nice， 什么怪？斧爷召唤，六六六六六，我按到了，我按到了，我按到大，不好意思，太兴奋了，对，太兴奋，先开一波庆祝一下。哎，这只好，这只会召唤很多大锤。对啊，那金色的，这次会过了，对啊。召唤大锤，进来就看到这个召唤家刀爷，他分身很痛哦。他分身召唤，他会一直召唤，无限召唤，很痛。你不要想办法不要那个。这个是他妈的刀爷双召唤呐、啊。对，而且是那个招大锤那一种。哪一只金的可以先带到旁边、啊？他会一直召唤大锤。终于开到一张超级好的。来了，他来了，很痛哦。我相信，我相信妈妈。不能相信我。很痛啊！现在，我一直要听到。你都出春歌了。对啊，你看无限的大锤要开始了。但是，对啊，要开始了。然后站得住就是回国，这样，你就会进度爆表。Alphonse 开个大，然后 TP 回家。啊，在这里面，给你盾墙。现在回家？对，你 TP 回家，然后从门口再走过来。好的。开完大之后，已经开，啊、刚刚已经开。你现在，你现在就 TP 回家，从门口走过来。好。可以啊、好。我给你盾墙，你应该能站得住。好，从门口走过来，帮我把怪拉一拉。哇、哦，四只大锤，对啊，五只，然后很多激动猫，看到他超开心的，上次也是跟上次打遇到他，哈？哦，过两天拿去洗啊。换雷，哇，六六六，可以了，来了来了，这边。一直扎就一定就很健康、嗯、有这个怪你变那只召唤那只一四零就是屌一堆激动魔一堆那个一堆大锤这种打一四零都轻易不中、哦、你站不住一定要跟我说、啊、我回去再继续拉怪入口的只是超级痛我觉得应该嗯过啦、啊欸、我不要把他炸死就好不知道他在哪里你炸死他呀大锤没用的一会儿开不了电塔哦、oh, ，有很多召唤呢、啊，不直接打到，就该怎么打怎么打就该怎么打怎么打啊！哦、oh, ，站不住，直接把那个站 不, 站不住了啊！这个你这一张图就给出啊。那一种召唤 ，Alphons 有大了没？我再从门口再回来，我一直都从门口回来。无语。可以，你有大了，你就过来接替我，我去拉怪。哇、哦，他还换术哎，开心。已经你看进度已经超夸张的。他站不住喽，老师要站不住了。我来。光敲王大锤没出吗？其实哪一只召唤的没有进来，他在旁边招了，所以招不到。在旁边招啊！我吃了个防护，让他一直招。OK， 好，可以偷玩一下。加油站，加油站！他来了，他来了。嗯，好了，那更好，让他这边招，无限招。不要炸这个79的吧。
七十九吗？哎呀，我操！我带了不用啊，炸白怪就可以了。你看，要越造越多，好爽哦！你看这个画面，无限大锤啊！无限大锤，这样无限激动哦！遇到他就是开心有虫洞哦，有虫洞哦！哇，有虫洞啊 ！Alphonse， 你现在唯一的工作，惨了，有虫洞。哪一只啊？就是虫洞，左边左上角百分之百那一个，对，百分之百那一个是哪一只？躲在哪？我被虫两次了，被盖住了，看不到。没有被盖住，就在这边，就在你下面。右下角，右下角吗？好，就在你下面，你被虫走了。我下面，就这一只，啊操！督军不是督军啊，是那个有百分之百的、啊，这九十八不是吗？这你剑王了，我吃个电塔就差不多了。九十五那一只，白怪多少趴？红了十五，红了十五趴。对啊，全部都是那个大水，好爽。六十八，只是有你再炸一炸，我再去摸下一个塔，摸完之后我们要虫洞就舒服了。他终于被虫走了，法师被虫走了。我进来，我进来了。要走了。现在虫洞在哪儿？虫洞在正中心。OK。对。啊，抓穿我了。六十八八十，另外一只杜鹃的，因为有两只杜鹃，是不是？我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它就写着虫洞。但特别没有写虫洞吗？我有看到，对，我也看到写虫洞，可是我发现因为这边遮住，我看不到。不要死啊！我要吃电塔了。阿峰是还没起来哦。其实不需要电塔了，你现在吃也没关系，没关系。你站起来，你站起来，你站起来。不用不用，你直接吃也没关系。九十八。吃不到呀。哇、哦，春哥。来、哎、吃吧，来 ，Alphonse 起来了，完了，你没了就算了，开呀、啊、开呀、啊、开、啊，快开！有隐能啊，有隐能，哇，八分钟带隐能，哇，你就看着打吧，你有带我要删账号，我要准备删账号，糟糕！你去隐能那待着一会儿，我要先垫一下，反正他不会召唤，他不会召唤，这个玩纯没有召唤的、啊，干干净净的。是你一三八，对是真的是我去跑了，稳稳的，稳稳的，稳稳的。是啊，我居然遇到那个怪，好久没遇到他了。是啊 ，Alphonse， 你砍120刀开始打，好了就打，好了就打，我到了，好吧，轻轻松松，不要有那个什么，你那个隐能再多等一会儿。我知道，没问题的。哎呀，打完还有箱子脸，美滋滋。美滋滋，哎呀，我可以他妈下岗了！我操，这个而且这个进度很漂亮啊，就是打完的话，真的太漂亮了，成绩好。对，跟毛毛还有 Take 打的，耶、yeah ！哎呀，对元素吧，对元素吧，不用太那个在意了。不，我们认真，别到时候有隐能，有隐能，为了我知道有隐能，我知道有隐能。你要打几波？三波？对你第一波先测试一下伤害，打了多少？刚刚垫了多少？120，不到，不，刚不到120。打了十趴了嘛？有没有？刚不到120，垫到几趴？打了20%，打掉20%，垫的好像到92，垫那么多？对，那就打了18%，那足够了呀。有垫那么多？有。OK， 大招好了，开一发，然后就可以考虑看打多少，再决定要不要连续开。好。我先下一波打你是不要想了的，连续开你是不要想了。留个两，打个两波。二十，你第二波最多打到他半血。哇，遇到这次真的爽！好久没看到他，看到他一出来就开心。终于碰到了分身，对啊，终于他了，又好几场，而且是在任务里遇到，真的是扯。就一个点，好像只有任务里才遇到他哈，上次也是任务里，我记得。我下一波要开了，你感冒还没有好？过敏？你过什么？玩的伤害来了来了来了，要再冷一波吗？还是要开了？要再打一波，对，你要再打一波，再一波。再打一波就可以吃隐能了。
我知道再打一波，然后等一轮元素吃一能。对，我知道是迷你大菠萝，我不知道那一波，我认得他，因为他让我印象深刻，每次遇到他就是要过。有力量，这时候这一波大就应该带走。我没事，你是很棒，开心。这个你就跟给人吹牛逼嘛，一三八的王哥都不需要力量的。对啊，我跟吹牛逼啊。准备对元素。好，我现在是在命。我现在是在命。可以，伤害来了。我操！你三波大直接打死了呀！还有再一波、啊，连开连开，直接刺他，直接刺他，刺了，刺他，刺他，刺了。好了，刺了，刺了。好了。哎呀，其实我是十零啊！哇，谢谢毛毛，恭喜大家，这个、恭喜大家，谢谢大神，恭喜漂亮，六，超漂亮的，可以说是说嘴啊，十一分打完。谢谢大神带我。谢谢毛毛跟那个 Taker。完了呀，我的贼神没在啊！你去拔，下去拔，我等你，等你，我们不点，你赶快去拿。真的，我去澡堂，你们。Taker，赶快可以去拿，可以换，现在去换，把那个宝石拔下来，再换回那个野人，再回。Taker 也要换宝石吗？要换啊，去换，没关系，我们等。然后换一个贼神，哎，对啊，你先回去换新的。我去澡堂，你们等他。好。我要玉米浓汤。麦当劳自己随便的吗？我可以点4%，不知道能不能点得到。4%就不要点了。4%不点吗？那点15%吗？我点了60%，我137点到139。还是我点30%。开始故意乱讲话。这138排第一的呀。嗯。贼神。肯定。毛病。对。过得非常漂亮。可等一下可能就要被洗掉，有点可惜。那是一百四可以打。